近日，郭采洁在社交平台晒出一组 cos 13年前自己的照片，并配文看到13年前的自己，哭了，以为肯定变了的，其实没变。卸下假睫毛，露出了谁都带不走的眼睛。照片中郭采洁的 cos 和13年前相比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还是一样的美丽，一双大眼睛还是很灵动。我觉得没变呢。没变。郭采洁看着看着突然红了眼眶。大家快乐吗？好奇妙的感觉哦。他有点想哭。是想哭。郭采洁背对镜头缓了好久才稳住心情。你这个女的是不是有点很奇怪，干嘛好奇怪，就是哦，是这种感觉，赶紧拿掉。哎呦，为什么笑了就突然就是你会以为说好像有时候会觉得经历了很多，然后就是也肯定抹掉了一些没有那么多负担的时候的年纪才有的那些东西，然后结果刚刚就发现其实没变，都还在。对对，哎呦。